看，这是超棒的风景。待会拍一下。还有他这边，就是你自己催煮东西的话，你必须要在厨房那边。它那边有位置可以让你去催煮，所以没有办法在那个在帐篷那个地方。这个山好高，漂亮，超级漂亮。我住在，我是住在帐篷，是在那边，现在看不到，这里。